我们今天就来画呼声的一寸状，一定要一寸哦。对对对，一寸太小了，画不了。那个笔，那个笔放上去就一寸。来吧，我画肉了。糟了，南哥遇到瓶颈了。洛洛的精髓记得画出来啊！画好了，笑死笑，哇，也美啊！看我，哦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这个佳佳有点像，眼睛太大了，这大耳朵图图哎，这有那种哪有这么大耳朵，有那味道，有那味道在里边了。你画个冰块，咋一画摇身就叹口气？我画上一些，你不是灵魂画手吗？我画的真的好，真假？他是真的是灵魂画手。我真的画的好。你学过吗？学过。画手就是。我学过国画。我学过国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国画啊！你别给我画成，你别给我画成一座山了呀！我小时候少年宫，少年宫的爸。少年宫，少出来。画完了，兄弟们。我画的谁？之光。这手势可以吧？不错，六分，你打六分吧，满分100分。我期待这个国画灵魂画手的画画。期待期待。我给大家打个六分。我自己都期待。你也好好期待，真的好好期待。我疼啊！这个屁股下巴看见没？真的，我得给，我真的。我真的给你打九分，满分100分，我给你打九分。他给你打9分，满分100分，人疯了，我现在。看一下，野哥，你完了，野哥，我也结束了。我给大家打个6分，满分100分，我给你打9分。我小时候少年宫一霸。你是哪个少年宫的？跟我说。这个哥呀，我想想问，你看看你自己。哎呦我天哪，他在找自己。八哥，哎呀，百分百还原好不好，各位老铁。哎呀，哦，看看看看，换我。哦，你换了谁啊？对，这人啊，可以。啊，那一姐给你哭死啊！可以画完了。我靠！得了。哎呦！这个有含量啊！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真的是哪？哎呀，你那个是柯南画风的，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偶像团体？要不咱们把微博头像换成这个吧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拒绝。